赵开师，赵开师，你干嘛？我扶你回客栈干嘛？不回客栈，我还得喝呢。行，你别喝了，要喝回去喝。走。我不回去，回那个泥潭干嘛？我不回，我不回，我不回，我。没有谁能够忠于你而不染，也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忧国忧民，真正只有各自的利益。这个朝廷从头烂到了脚，慢点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喝多了。他这个样子，让我恨不得我自己去死。请问沈少爷住这里吗？我就是。沈少爷，杜老板说您拜托的事情办好了，请您去一趟。嫂子有希望了。你别死，我们得好好活着。 周英有救了，真的！我拿到王爷手谕，要刑部马上释放周英。谢天谢地，嫂子，嫂子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等她醒来以后啊，你们背上行李，过上马车，到广安门外等我。最晚申时，我就会带周英跟你们会合。沈少爷，你一定要把嫂子带出来。你放心。